Deputy Speaker,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speak on this motion. I will speak in Mandarin, so while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putting on the earpiece for translation, I'll make a declaration that my theatre company, Drama Box, and myself have been actively working on this issue of end-of-life care, presenting quite a lot of creative projects that reach out to elderly and other sectors of the society. So now my speech in Mandarin. 首先我要感谢推出这个重要动议的国会同僚们。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呢，都是很多从我的自身经验跟我在这过程当中呢，两面之间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面对了许多年长者而获来的一些认知。我的父亲现在是77岁，年轻时他把他的心思 年轻时，他把他的心思放在家里，养家糊口，就像那个年代许多传统的父亲一样，他在家里严厉也不苟言笑，和孩子的关系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他，也没有特别的消遣，就是和友人打打麻将啊，或者小饮几杯。父亲在十年前就退休了，然后在5年后呢，就患上了失智症。 I'm sorry, I think I need a break. Deputy Speaker, can I take a break first and let the other speakers? All right. Thank you. I'll call you on later. My apologies to the House. I'll continue from where I left off. Okay. 我父亲在10年前就退休了，然后在5年后就患上了失智症。当时家里人没有人察觉到，他开始忘记东西，母亲交付的事情呢，他总会重复提问多次，但还是会弄错。 脾气呢也跟着变得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都一直都在安慰着他，也安慰自己说，他变老了，变老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字一直和老配在一起，这个字就是衰。衰老这个词组呢，会让我们对于老化这个过程呢，常常有一种很负面的心态。衰这个字，我们可以联想到衰弱、衰退、衰颜、衰枯。 衰耗、衰减、衰病，用一句福建话来说，就是衰啊。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从老化至死亡这个过这段生命的历程。或许你会想着退休的生活，或许你也会开始做一些财务的规划，但是要你真的去了解老化的过程，大家都会避而远之。 我们其实应该很早就要学习一个事实：生老病死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可以只关注于如何生，也要好好的了解老化和死亡的过程。我们必须能够接受到，健康的身躯总是会退化，敏锐的思考也会变钝。以前可以毫无负担做的事，现在做起来可能会力不从心。当你发现连纽扣 都扣不好，走路需要别人来搀扶，想上厕所方便，已经不方便的时候，那最可能还让你羞耻的时候的，就是最后你可能还穿上，还要穿上尿裤。种种的不便，种种的状况，让本来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本来有着工作，有着生命意义，有着理想，他的意志慢慢的被消磨，也慢慢的 无法有尊严的面对他人，面对自己，也渐渐的觉得无助、害怕和孤独。回想起我父亲那时候的脾气暴躁，我就觉得作为他的孩子，我没有察觉到他的无助、恐惧和孤独。这个过程让我有两个反思：第一，如果我们对老化和临终这个过程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身边的老人家一起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社会应该开始关注并学习怎么让个人和社群接受和预备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个社会一直都是在庆生、庆祝生日、庆祝孩子的诞生，却不重视老化和死亡的过程呢？人的基本存在
不是在于你创造了多少的财物，而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每个阶段都有他的尊严。第二点反思，回想我父亲的经验，我就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很亲密。如果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可能我更早就会看到问题了。这几年通过我的创作，我和许多年长人接触，我大概可以把他们分成三大类。 和家属有着很好关系的，和家属的关系很不好的，或者没有任何的家属，在这当中，如果他们还有亲朋、一些亲戚跟好友的话，他们还有一些扶持的可能性。但是后者、后两者就是和家属关系不好，和没有和家属没有任何关系，后两者的老年生活总是非常的不满。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讲座，跟遗嘱有关系的讲座。 那时候很多老人家都争先的恐后要那个律师给他们很多的意见，后来每次问的问题都是这么简单：“律师先生啊，我这样分配财产，你说好不好？”那个律师很纳闷，怎么让我来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后来经过多番的讨论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他一直在分财产的时候呢，一直在担心会让他的家人会觉得很不公平。 其实，在这背地里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他们家里的关系都还没有搞好，就开始去处理这个问题了。我访问过一个来自菲律宾的护士，他说，当他来到新加坡工作时，他不明白一件事情：在新加坡，家里的老人生病时需要长期的照顾，这里的人第一个想法总是想着如何找雇佣来帮忙照料。在他自己的家乡里，亲戚里。 亲戚里头呢，总会有一个人毛遂自荐来负责照料这位老人家，而其他的亲戚呢，会一起负责这个毛遂自荐老人亲戚的生活费。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这老人家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他身旁的人和他有着亲密关系的人会照料着他，会扶持并协助他走过这个过程。 很多人会说，在新加坡这样子做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很多都是小康之家，没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一起承担这样的看护，再加上生活的压力、工作太忙，所以最后就只能靠雇佣了。我也常看到看护这些年长者的看护者，也是和他年纪相若的伴侣。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年长者看护者正在看护着另外一个。 由另外一个年长者在看护着。我的母亲也是常常这样跟我说，她一直觉得她会成为孩子的拖累，也不想父亲成为我们的拖累。可是照料着父亲，她照料着父亲，即使有着雇佣的帮忙，父亲在这三年来瘦了大约10公斤。看护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也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没有能力聘请雇佣，还得一边工作一边帮忙看护。 看医生就可能花上了一整天，医药费、交通费等等。长期的看护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只能让看护也没有足够的休息，只能够让看护者的心理健康备受影响。这些种种的压力，不只会影响看护的人，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也因此也会受影响。刚才我听了蛮多的国会同僚呢。 他们有做了一些建议，而这些呢，都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同的。在这里头有两个东西呢，我当然也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帮助减轻看护者的负担：一，立法保障看护者，可以获得有薪看护假期，这样也可以让看护者多花点时间来陪伴他的亲人；二，另立法让家里有需要看护的年长的工作人士，可以获得所得税的回扣。 其实我蛮担心年轻人是否懂得如何看护老人家，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家长自己都不亲自看护自己的孩子，而把看护的工作交给长辈或雇佣。但是看护你的亲人，你会获得许多的快乐。我记得第一次帮我的父亲换尿片，帮他洗澡，这个过程给我极大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体悟。 这些亲密的接触，让我第一手可以了解他在生病和衰落的过程当中，身体所经历的种种变化。
我通过陪他去看医生，在医院看着他，伴着他，在为他吃饭的过程，我终于把我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我们的关系变了。以前的父亲不对我，不太对我言笑。现在他每每看到我，就只会对我笑。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换位思考。我深刻明白了什么叫同理，因为当你要看护一个人，陪伴一个老人家，你要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要让年长者过得要有尊严。我们需要营造一个让年长者安心的环境，要营造这个环境，恐怕叫从我们自己先开始。在这边，蒋导师，我一直在想着马致远的词：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生命的旅程来到了深秋之际，真的需要那么的萧瑟凄苦吗？谢谢。